一个精彩的呈现。接下来该轮到原野了，原野请上场，加油原野，机会对你来讲一样的公平，你很有机会在唱完这首歌之后就坐到了唐宁的身边。是你还是郑钧？我想在唱这首歌之前我有两个要求。是第一个，我想着把衣服脱了。哦，可以。第二个要求，第二个要求，我希望大家能以自己最大的可能安静的听我说这首歌。好，他要说故事，所以不要给任何的掌声，只是静静的聆听这首歌，也就是我要唱的。我来说，其实这首歌要从你给我们的歌单中我们给你挑选的，但是确实很适合安静的唱。确实，因为这首歌是陈奕迅的，叫做好久不见。各位，让我们听故事。好久不见。